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老太婆，我跟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啊，好呀，老爸，哎呀，好笑的，哎，绝对好笑。哎呀，我好想听笑话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有一天呢、啊，哎，有一个马铃薯，哦，马铃薯、啊，它跌倒了，哎呀，变成了马铃薯泥。不好笑啊？老伴儿呀。不太好笑啊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啊，对对对，好笑点的，今天要大笑一场才会年轻啊。好，有了，有一天，哎，有一天有一颗番茄，番茄它跌倒了，变成番茄酱。老伴呀，你说笑话的功力怎么一直退步啊？你是不是忘了吃药？我哪有退步，哪有忘记吃药？那儿那儿，快吃药，快吃药，快去快去！我都有按时吃药，你看都吃完了。吃完了、哎，那更严重了，你要赶快去医院拿药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别看了别看，换衣服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啊，哥哥有教我小帮手，他或许也可以帮我去拿药哦。小帮手也可以拿药。哎，嗯。让爷爷我来示范给你看啦、啊。哦，嗯，好，老太婆看好了。哎哎，嘿 ，Zambo， 我要小帮手。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吗？嗯，来了。请把处方间对准镜头，准备拍照上传。确、哎、认拍照吗？来，确认。拍照完成，请确认照片是否完整且清晰。哎，老太婆，你看，像处方签都拍好了，这么厉害，这样子就拿药了？哎，我只要这样子，他就可以把药送到我们家，我就不用去医院拿药了。哇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那既然他这么厉害，哎、老伴老伴、哎、你赶快请他帮你那个预约医生啊！快点快点，医生啊，你要回诊啊？那我要看什么科呢？就是那个啊，怪怪的科啊，越怪的、哎、越怪的人。什么什么什么怪怪科？我看你才怪怪的，老太婆，我哪有怪啊？不是呀，老伴儿，我看你每次都一个人在那边讲啊。哎呦，看起来很严重啊。哎呀，我没事，我是在每天练习要笑，这样子心里跟身体都会觉得很开心很舒服。不信你一起试试看啊。来来来，一二三。啊，是不是舒服多啦？有啊，感觉都有运动到全身通体舒畅的。哎、每一天都要大笑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啊，来来来，老伴儿，我跟你说呀，嗯，刚刚啊，我就在看那个当年呢、啊嗯，我们去度蜜月的照片。啊，我们去巴黎嘛。对呀、啊，你就说你要带我去那个巴黎看铁塔。哎。后来我们就去那个巴黎呀、啊。哎，巴黎也不错，可以喝咖啡呀、啊。哎呀。哎呀，不过还是很快乐。你看，哎呦，我当年有多漂亮啊！嗯，的确很漂亮。哦呦呦呦，这张我有印象了。你看，现在爷爷我还是跟当时念书一样帅气呀、啊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，老太婆？那个时候在学校啊，只要我呢经过走廊，哇，女学生就从那个窗户探出头来说：“啊，爷爷是爷爷啊！”你还记得吗？你也是其中一个啊。哎，有这件事吗？哎、忘记了。老伴儿呀，我看你真的要挂号啦。哎，要待会就来了啦，不用担心。哪有这件事？我怎么都记不得啦。我帮你挂号啊。哎，不是啦，根本就没有这件事，好吗？我忘记了。哎呦，不然这样好了、啊，这些照片都是旧的，我们再拍些新的照片放在里面，好不好？
好呀好呀，好久没有拍照，来来来来，趁今天大家都不在，我们两个独照啊！哎呦，快快快！那你整理一下头发。哎呀，眼镜戴高二点啊！好好好。哎，要开那个什么什么美肌的？美肌啊？对啊，哥哥说美肌才会漂亮，会把我的皱纹都弄掉啊。哎，好，我先解一下锁啊。哎呀，你的锁可真难解啊！安全第一嘛。啊，也是也是也是。解开了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老伴儿老伴儿不能这样拿，这样子下巴会很。真的，他们说要从上往下拍脸才会小。你脸一点也不大呀！哎呀，讨厌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一二，老伴儿，我脸少了一半了。啊啊，对对对，老伴儿，我的脸也不见了。老伴儿，你拿远一点儿。对对对，再远一点，这样比较美啊！是啊是啊，老伴儿，对。不行了，老伴儿，老伴儿呀，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棒啊？就是那个可以伸远远的，然后都整个家都可以拍到的。有，上次哥哥有拿自拍棒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用那个。啊，我们儿子出差把自拍棒带走了，你忘了？哎呦，带走了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我如果现在不拍照，我会越来越老啊，我皱纹越来越多，拍起来越来越难看。不会，你一直都很好看，要赶快拍啊！既然小帮手可以帮我拍处方签的话，他也可以帮我们拍照啊！哎，有道理，你问看看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嘿 ，Zambo， 我要拍照。好的，摆个 pose 好啦。哎，要拍吗？啊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哎，再三秒。一，哎呀，好看！哎，老伴儿，你只有这个背景不够，我们去换个背景，换个背景啊！再来一张，来，来，快点看镜头喽！我要看镜头。3、2、1，刚好有蛋糕呢。来，我们一人端一盘呐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好看好看！啊，来，预备！那这张传给邪妇看，传给邪妇看。3、2，上菜啦！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小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互相帮忙。开开心心，甜甜蜜蜜的时光。